呢日系万圣节，大批 fans 喺呢度大排长龙等入场，其中仲有唔少人以万圣节主题出现，为嘅就系准备同我哋嘅名曲侠 Leon 一齐开 party 啊！黎明同乐队 Gingerbread 呢日一齐合作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万圣节音乐会，喺黄昏六点几，场外已经有大批嚟自世界各地嘅歌迷排队等入场，而场馆出入口仲有五名保安维持秩序。音乐会的保安非常严密，每位入场观众除了要凭确认了的二维码入场之外，还要接受安检，除了食物、摄录器材之外，雷射装置、大幅横额和旗帜都不可以带入场，最后全部 fans 都顺利入场，可以好好地欣赏 Leon 的演出了。